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影片更加的吸引别人的目光？我说，我今天我是卖世家的店家，我一开始就，各位，我跟你们讲，我们家的世家呢，真的是超甜的，而且这个果肉又很丰满，重点是现在售价不高，这样子就没有吸引力啊，你知道吗？如果说是这样，嗯嗯嗯。哇，各位，好吃的，超甜的。我们家有在卖，到府服务，站着，没有任何农药。你看，我连洗都没洗。当然不用像我这样子啊，你要先把别人的目光吸引住。哦，这个人在干嘛？目光被吸引住了之后，再来介绍。好，大家好，我是吴哥。那我们今天要来拍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影片。那像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人人都在使用网络，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网红这两个词。那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必须先讲一下，我讲的内容就是单纯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以及意见。那现在在台湾这个环境，我觉得你要成为网红，大约啦，我自己所使用的平台或是 App 大约就是三个。第一个是 Tray， 第二个是抖音，第三个是 YouTube。 对，那这三个地方呢，可以让你快速的成为网红嘛，又或者是有机会成为网红。Tray 这个地方呢，应该算是触及率最高的一个地方。我所谓的触及率是指，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素人，没有任何知名度的人，你想要快速提升知名度，我觉得 Tray 是一个最简单的地方。打几个有梗的字，你可能这篇文章就会得到很多人的留言啊，跟关注，然后又或者是讨论度。有些人的心态可能就是想要获得一点流量，他就会有一点满足感，所以我觉得Tray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让你达成高流量的地方。对，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抖音。抖音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因为像我在4年前、5年前进 YouTube 的时候，抖音啊、短视频这种东西它是不存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说它很神奇？从一开始最初的抖音，大家都是拍一些什么卡点啊，什么技术流啊，什么就单纯反正就是一个炫技的地方。差不多经过了几年之后呢，你看像现在抖音，各行各业、各年龄层的人都会在上面丢影片。那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最厉害的东西，就是抖音的变现能力。讲到这边，可能就会有疑问说，抖音怎么赚钱？抖音没有办法赚钱。抖音的变现能力呢，它强就强在于，比如说我今天我身为一个店家，比如说我开一个烧烤店好了，我去拍抖音，然后介绍我的东西啊，或者是我的烧烤店我拍的很有特色，然后在抖音上面有知名度之后呢，把这些流量变成实际上面的客源带来店里面消费，这个就是所谓的变现能力。最早最早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要我吃过我觉得好吃，我介绍我朋友来吃。但是现在不一样哦，你自己就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拍出你自己店里面的特色，借由流量引导人潮来到你的店里面。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讲到最让人有遐想的一个平台，就是 YouTube。 我们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广告分润。对，这个广告分润呢，就是你们像你们打开 YouTube 啊，不是都会弹出广告吗？这些广告商他们给的广告费，我们这些创作者影片只要跑出广告，我们就会获得一些些的分润。广告费的分润呢，这个是我们 YouTuber 的收入主要来源。因为我们就不讨论说我开直播有抖内还是什么的，你们不要觉得说 YouTube 好赚， YouTube 好赚哦。你要成为顶流之前，你需要经过多少的努力，你要付出多少东西。你看有多少 YouTuber 他们得忧郁症，我们是身为创作者，创作就是你要有灵感。我觉得这个压力啊，绝对不输你在外面工作。怎么成为网红？怎么拍影片？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大家最好奇的一个东西啊，因为现在人人都想要成为网红嘛，对不对？那至于刚刚聊的这三个平台呢，用我自己的想法跟各位讲，该怎么样在这上面成为网红。Tray呢，我觉得很简单，对，我觉得图文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说你今天你是很会画画的，加一点你的 idea 跟创意进去你的图里面，把你画的这个人变成属于你自己的 IP， 你可以用这个图来出周边，像卡皮巴拉，你懂吗？你可以创造出自己的 IP，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功。我相信这个非常难，但是这绝对是有机会的。然后再来呢，抖音，你想要在抖音上面赚钱，我想到的就只有两个东西，成为很红很红的网红。第一，你可以去接代言，你可以去接工商，又或者是你自己
办活动，你自己出周边，这些都是赚钱管道啊。你今天你想要透过网络赚钱，你肯定也要拿出一点自己的真本事，你肯定也要付出努力，不要看人家成功就觉得哇，我也想要当网红。那第二个赚钱的管道呢，不是人人都可以啦。首先你要有店面，又或者是你自己是有在出产品的，你有在卖东西，这样子你也很适合来拍抖音。所以抖音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不管是卖车，不管你是卖房，不管你是开餐厅的，不管你是开什么叭叭叭一大堆娃娃机等等之类的，全部都跟网络息息相关。怎么讲？我觉得抖音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流量高，就是你的前几秒你一定要留住人，这是我自己实测过的。你如果说你的这一部影片人家看到就是直接滑掉，演算法就不会推到别人身上，系统就不会推你。所观看你影片的人，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你这一部片越有机会被系统推上演算法。我简单跟各位打个比方啊，抖音以前都有一些很洗脑的人，然后后面都不见了，可能出来他就是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人到底在冲，他到底在干嘛？你就会把时间停留在上面，那你可能就会按下评论去嘴他个两句，就因为他这样的特色，迅速的有了流量，有了演算法，有了讨论度，有了知名度。可是呢，他千篇一律的一直重样的这种东西，千篇一律都是这样。人家看久了、看腻了之后，自然而然看到他影片，哦，又是这个东西，我划走。所以说呢，他的影片就再也没有上演算法，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创作都是这样啦，不管是脆上面的图文，又或者是抖音上面的这种短影片介绍、短影片有梗的爆点影片，都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创作，你才可以在这一个人人都是网红的时代上面生存下来。比如说，我今天我要介绍这一个释迦，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一颗释迦，不对，我觉得这样好像就一开始我就会吸引别人，然后怎么有个智障拿着释迦在那边？等一下，我想一下啊，比如说好了，比如说我今天我是卖释迦的店家，好吗？我一开始就，各位，我跟你们讲，我们家的释迦呢真的是超甜的，而且这个果肉又很丰满，重点是现在售价不高，这样子就没有吸引力啊，你知道吗？这肯定没有人想看。比如说我滑抖音嘛，从下面这样滑上来嘛，对不对？如果说是这样，哇，各位，好吃，超甜的，我们家有在卖，产地直接送到到府服务，站着。没有任何农药，你看我连洗都没洗。大家都在卖释迦，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影片更加的吸引别人的目光？当然不用像我这样子啊，你要先把别人的目光吸引住。哦，这个人在干嘛？目光被吸引住了之后，再来介绍。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好不好？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对网络这块是有很多的疑问，就是做自媒体这一块，但是我一时之间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那今天就是稍微的浅谈一下我对于网络自媒体网红这个的想法跟一些见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还想要了解的，或是有什么疑问，就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不好？对啊，就差不多这样子。OK， 我要，拜拜。